春花。春花，你过去杀过人吗？没有。你今天杀了？是你逼我杀的。你说什么？你说什么？嗯？是你逼我的。是。多么纤细的手指。你是用这根手指扣动的扳机吧？你可以用它杀你的同胞，也会用它杀日本人。这么活着，还不如死了的好。我不想死，不想就这么死了。活着。快点给他看病，行了。小花，老秦，怎么了？手怎么了？钳子夹的，亲，我杀了陆家良，这不是你的错，你不开枪，别人也得开枪，小鬼子。是一定要杀了他的。秦良，让老秦给你看个病吧。老秦，他们怎么让你来了？我也不知道，他们让我来给你看病。你们大家是不是都看不起我？你看你，瞎想什么呢？真的，我吓坏了，真的，我没杀过人。我也没杀过人，我只杀过鬼子。也不一样，他是自己人。可是枪在小鬼子手里，
看着他，他就那样看着我的眼睛。秋莲，秋莲，别想了啊，别想了。我们大家都知道，你们没办法选择，也不能选择。这件事情总是要发生的。秋玲，秋玲，秋玲，好了，来，让老七给你看个病吧。我哪会看什么病啊？他们都说你可神了。我呀，就是认识一些跌打损伤的草药，来，我试试吧。他的身体很虚，脉象也很弱。不过没关系，明天呢，我上山采点草药，让送红薯的给你们送过来，啊。行。春花，你自己得当心，那个手啊，经常用盐水洗一洗，当心化脓，啊。我走了。老秦。我们还能活着出去吗？不知道，真的不知道。这里是集中营，你们的病能不能好，完全取决于你们自己。一定要坚强。老秦，老秦，对不起，我拖累大家了，还让春花姐替我为难，我真的撑不下去了。秋莲，这个集中营里关了这么多人，你看看大家，他们能活着，你为什么不行？你多保重。一田长官赏赐给你的。一田长官非常钦佩你的勇气，你请便吧。你可以走了。我能带春花去采些草药吗？这光看病没有药不行啊。什么地方的采药？就在这个附近的山上。去。
带他来。说了什么？我说，我要是不搭救刘家良，你也会逼尚秋林的。他说，尚秋林不会动刘家良的枪。赵花，集中营里有鬼子的特务。你说什么？不必知道这个问题。据我们调查，厨房就是他们的一个接头点。罗家良那天去，就是给你们送这个口信。厨房？必须配合我们，搞清楚是谁出卖了我们。你为什么相信我？叶秀兰为什么要给你送那盒点心？我不知道。你不知道？我真的不知道。你不相信我？如果你说的那句话是真的，那么叶秀兰送你那盒点心，她就是想掩饰什么。可她做得太明显了。如果你说的是假话，那就证明你是鬼子的人。你记住，你逃不出我们的眼睛。不过你现在必须把那盒点心吃下去。我做不到。是毒药你也要吃下去。说话，但愿你跟我们想象的一样，是一个好人，是一个坚强的人。是毒药你也要吃下去。有事情我们会和你联系的。记住，那个左手受伤的人没有这个特征，任何人不要相信。我知道。老秦，你真的喜欢尚秋林？你说呢？不知道。说话。Thank you.
你给大家说清楚。给大家说清楚，春花姐，说呀，你要我说什么？一田他为什么送点心给你？我不知道，你瞎说。你以为我会做什么？我会委身伊田秀男吗？你们也太没良心了！你们也不想想，我是这样的人吗？我母亲死在小鬼子手里，我姐姐也死在小鬼子手里，我怎么会做这样的事儿？现在在这种地方，伊田秀男想干什么就干什么，我怎么知道他是怎么想的？那他让你去，跟你说什么了？说什么？他问我，是谁让我出来打死罗家良的？那你说什么？是我自己，是他伊田秀男让我打的。伊田怀疑谁？他们怀疑康有根、齐瑞。那你怎么说？我说了，是我自己，是伊田秀男。秀莲。别人说我也就算了，你怎么也这样？我没有，我心里没想别的，但是我想让大家都相信你。你现在是我们的主心骨，你变了我们怎么办？我算什么主心骨？我算什么主心骨？春花姐，你刚才把伊田的话告诉秦瑞了吗？那他怎么说？他说伊田秀男读心了。秋玲，秦瑞说他喜欢你，他说找机会还会来给你看病的。是吗？他还来看我干什么？我们这种病。想听他说说话。秋玲，你一会儿这样说，一会儿那样说的，其实你心里怎么想我都明白。
我把事儿跟春花点透了，他答应协助我们调查厨房的问题。老秦，嗯，我认为你不应该去做这种事儿。如果春花靠不住，你就会有很大的危险。你说的问题，我考虑过，但是我们现在只能这么做。 也必须这么做，只有这样，才能搞清楚敌人埋在我们队伍中的钉子。现在有两种可能，要么春花是敌人，要么春花是我们的人。不管春花是敌人还是我们的人，把任务交给他，就像是一块棋子，是一定会。 发起这一国江湖来的，但愿你的判断是对的。 找我有事儿吗？我把你交代的任务布置给了春花。什么任务？看看，为了这个任务，骆家良已经死了，我们也差一点把性命搭上去，你没有必要再跟我躲躲闪闪的。我有什么躲躲闪闪的？那我问你。 伊田秀男怎么知道是骆家良放的火？你说为什么？我们队伍中有内奸。谁？这正是需要我们携手做的事儿。武藏当时就知道骆家良不在老洞里，可是武藏在骆家良放火之前就已经来牢棚抓过他了。既然牢棚里有内奸，伊田为什么不杀我们？还没到他动手的时候。那他现在还用得着我们？ 等他用不着我们的时候，他就该朝我们下手了。对，那他什么时候用不着我们？那个码头失去作用的时候。现在我们还不清楚。对，等你清楚了以后，我们早该下地狱了。你到底想说什么？也许是我错了，不该仅听马金龙一句话。 就相信有内奸，也许是马金龙看错了。老高，我们不能把这件事的责任归结在马金龙的身上。我没有，你没感觉到吗？伊田那个王八蛋，子弹早就上了膛，说不定哪天吃完饭他不高兴，就会朝我们开枪。老秦啊，我们都是中国人。 在这一点上，我相信你们。可你们新四军怎么想，我不知道。在集中营当中，几个大队都是我们三十九师的弟兄，我对他们有不可推卸的责任，所以你们必须相信我们，必须听从我的指挥。
一定，跑快点！当心别喝坏了。我喝坏了。你知道箱子里装的是什么东西吗？什么？石头。小鬼子把石头弄回去干什么？那是石佛、石马、石人之类的东西，那是文物。谁告诉你的？马金龙。马金龙？别听他瞎说。老大，那小子过去是上海滩一大飞贼，他偷的就是这个东西。小鬼子在掘咱们的祖坟呢。
金龙。啊？刚才去哪儿了？我拉拉屎去了。你少装蒜！我可告诉你，别干傻事儿。你现在必须装的是什么都没看见，什么也不知道。那批货，咱们找个机会把它处理了。既要保护货物，也不能危及大伙儿生命安全。对，你说的太对了。站在这里，看着自己箱子。封起来。一天长官，要不要我带人查一下？查什么？统统得查，让他们全脱光了。你丢什么了？那箱子里的东西对中国人来说是保密的。嗨，陈教主持。嗨，这批货什么时间起运？还有48个小时。要确保2531的安全，确保前线部队会战。嗨，给他们48个小时，让他们自己把东西交出来。嗨。有什么事情吗？仓库里面丢了一颗手雷。那怎么可能？搬运的时候你们的事。闭嘴！限你们48小时之内把它交回来，听清楚没有？否则，48小时之后，一大队全体没饭吃。你们愿意坚持多久？都可以。你们两谁知道这是怎么回事？告诉我，到底在这里发生了什么？谁会偷一颗手雷？这几天，仓库里根本就没有军火。你怎么知道啊？我摸了6年枪，我对那个东西有特殊的嗅觉。也许丢的根本就不是手雷。你说什么？你这是什么意思？把手松开。康玉刚，
告诉我，到底怎么回事？知道今天搬的这些箱子里边装的是什么吗？文物。有人顺手从箱子里偷了一些什么东西。别跟我说偷，这本来就是我们家的。对，那些东西本来就是你们的，这块国土也是你们的。我不想知道一天受难在那些箱子用什么呢，我不想在这儿再出任何一个问题，我只想回家，我只想安全的回家。 God damn you， 我们的小命快保不住了，你还想出去偷一些破石头，你这些混蛋，你脑子有毛病吗？闭嘴！知道那些破石头是什么吗？那是我们的祖宗。你想算了，一天就会算了吗？我告诉你，不会的。他偷了我们家的东西，还得杀了我们，然后装出什么也没做的样子。这就是他们，你听懂了吗？啊？你听懂了吗？这些小鬼子，他妈的就这个臭德行！弗兰克，你有家，我们也有家，你想家，我们也想家，我们也有家人，也有父母，我们也想活下去。问问，问问坐在门前的兄弟们，哪个不想回家？我告诉你，你可以这样活着，他们不可以，我也不可以。是马金龙。干什么？干什么？宋雷神，秦瑞，我告诉过你，别越过我做任何事情。马金龙要是有个三长两短，小心我要你的命！勒死他！你们都像瞎子一样在这儿躺着，再有一天就得死人。